但这真的很棒，我也很喜欢，有两个，两个洗手槽，这边还有一个化妆的，好贴心哦。然后牙刷是木质的耶，很可爱。它牙膏是长这样子，超可爱的。我化妆你，我是觉得它里面的灯都挑的蛮可爱的。这里面的店感觉都很可爱，你看这个，跟那个土耳其之眼好像，哇哦哇哦，很可爱。要带我去哪？终于到了，太大了。真的很好喝耶。
超帅！现在要去租车，我的驾照、护照、纸本。来，您好，这是国际驾照的申请书哈。嗯，请帮我们确认一下，看英文的有没有登录正确哈、嗯？正确就签 OK， 页面签个 OK。然后上面帮我签中文证楷，留一下手机号码。再来就是日文译本，日文译本也是普通小型车开车的哈。对，然后地址都已经跟那个驾照一样了。好，然后它的校旗是跟着它一样。好。觉得这个很像以前小时候的那个打电动的，这个超酷，而且超小一台。对啊，开路。哇，居然没有，就先刷雨刷。所以是先外面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就
灯都打得超美，超大，这是什么？人造钟乳石。哦，因为它就是收集那个水，对，加这个。我已经满身是汗，漂亮的值回票价。我已经人中全身在流汗，见血了。还有90公尺。天哪！啊，太有阳光。阳光的感觉真好。完成一个冒险的音乐，那的确是冒险。对啊，好像成功探险了什么？是有几个人啊？我觉得里面超闷的，我整个背、全身都在流汗，看，好险。闷得不行，超热的。然后他这边有说那个地下水，哇，纸杯都有几位很重，好热到不想吃。热带水果园，就是这样走着进去。对，出来之后就是长这样子。可以测吗？它是可口可乐。
间陶器超漂亮，可是它今天没有开，超可惜。这方面的这个。